瑞哥熟啦，我们很熟了。瑞哥，今天带来这个也是小提琴，中提琴，中提琴不一样哦，不一样。嗯，今天要表演什么嘞？地海战记。地海战记。那我们需要有音乐配合你吗？还是你自己来？不用，我自己来。solo。你自己来。啊 ，solo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学这学多久了？一年。哦。一年就可以拉一整首歌，哇塞，很厉害！应该半年就可以了，半年就可以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要显现出你天资聪颖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啊，我不一样，我是一年半还没有。哎呦，很可爱。谦虚谦虚。来，我们来看看喽，地海战将，对不对？大瑞，地海战记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欢迎大瑞。Let's go。这么温和，对，而且有一点点感伤的感觉。我以为地海战记会像大黄蜂一样。哎，大瑞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样子拉会不会常常落枕啊？会不会觉得脖子扭到？就是这样子的话，就是我以前很常落枕。哦，真的？我拉了这个之后就很还好。哦，所以反而把它做调整就对了。对，哦，习惯。大家好，我是玩熊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赶快按下订阅键。那你还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吗？也可以看这里哦。